这条呢，也就是我负责的这个做的相关，你讲哦，请你回头，回头看过去你的脚步，咱他会回想看卖，咱修行在一个什么当中，他未修在当中，咱来看过去，见过去，那么咱未修在这个当中，咱唯一呢？就是，咱每日呢，大家呢是讲工作，为家己个工作，每日呢就是，了处理好。所以我讲一点就是来讲，摄影修饰，一定要当心嘛，讲啦，摄影修饰是啊，内敛上面基本功，不比我这种修饰高啊，注意什么？咱世界人所扮演呐，就是啥嘞？就是物质。唯一，咱对
叫人答应他的心里的账，以后他后头呢，他不要等什么账这样子哦，啊，他等起来，你后头呢，你在追求什么？哦，你在追求，所以讲，但是这个人做朋友是有可能后头，他追求后头，阿拉唔敢开口去。但今天呢，就来解决这条问题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当时呢，刚才对方平常像人家讲的这个学会相信，但侬讲这句话平常还是有点低的，啊，所以讲咱就是大家是讲讲说，每天在打拼这句话，但是呢，咱用班来参悟，就是在开这个地位，这也是个学会相信。因为呢，那个嘛，国家阿点心阿点在。表面啦，那你应该有好处。小人来听歌、来修歌、来听歌，根本是没得好处的。啊，这哪个好处了？但别来听这个就是好处。所以这个对的，人家讲家在天天的好处的，上天的看，那个天比较光明，修的光明多。再哪来不来听歌、修歌以后呢？这个社会跟这个咱个生产都是，因为世间毕竟呢是短暂的，咱是短暂的。那你人家都做下来，那个囡仔，但是啊，之前也只买电脑，他们最近买了。后来这世间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啥子？问题好多家庭，他原来。他自己会一点，他是应该在做病人，哦，会比他他在里头还紧张，是吧？眼睛一眨眼就三年了，哦，那老师在讲的，很糟糕哦，眼睛一眨眼就三四十年，啊，怪意外的哈，你他在做病人，那个做下来，进来地方是啊，公安人他们会一点，那个就是一个女人嘛，为了打针，比较恐怖，比较怕，对你的好处。但这个好婆呢，你看这个心情，这两个好婆，他这个心情困难，看不下来。你起码讲三顿，你人家没听过呀？这里来听，你看我大哥了，我大了，看不下来。所以呢，给他来增加啊，来听得力，是讲咱女人好。而且好婆呢，我时常来讲，这好婆呢，不是呢。真的讲对了，我始终讲一句话：成功呢是可怕的，只要你成功呢，你还怕的？你不怕的，那有可能成功？不可能的。天下无那个平地摸山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啊，那边成功你还怕？但是呢，怕也不会看成功啊。你那些好狗是不会退休的。是累是缺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就讲当时这方面，不会说要糊，而且还知道抱着根源，这种然后我听完就毕业了，但是听完了掉，但看好懂了，一听完了了就不懂，所以会比较讲要历经谁经修行的事，要问这个历经什么表示，有一个经，那修行的人，那再一讲可能。但是你不能做了解，很难免在指标。那些个那些人，他有那个因果，但对一些只来因果，那就是来就是。如果你讲要理解这些很清楚的，你根本没精神，这样后来本身肯定不行。要不你有这个精神嘛？你别光讲信仰，就是后来的关键的一件说法。啊，所以呢？这是不得光在听课，有时在讲话，但那个见规的规见要知道，你的听课嘛是呼吸，但见规规的规呢，与你进来平常光好太难，学会不规不够嘛，无见规的规有的规，有时在往往无见规的规靠规，你是无规，所以我以为都今天要打的。遇得得了，
该听就爱开听，爱就去该收咱这条百万块要两条路收偌好，不食不听嘛，好无？这条路是咱可能爱咱可能家己去收，个人家己去听，就是什么人我都无好来传，叫在我来传，做最好嘛无法度，哦，叫有些书来传那个无法度。所以咱这个有一方面叫效率精华，你看那个。全台湾台湾县里两关系都有些主席嘛，咱对下来，对上天下来，百万领导咱本来是对下来，我咱来站在台湾，爱好好修，就像刚说嘛，咱每一世修一世修，过去的这个中央五大人大人物的时阵，恁在这个新闻下，拢是新闻新闻，爱心收到三千块嘛，八百块嘛。根本就无啦，因为过去都是单传道修，一个副传道，一个道，所以多人都在一直做啦。但是咱现做事是会用东西，完全一直用修，多些完一点，自然慢慢听来修。所以咱就是对道还有信心。你若对无对道无信心，哦，那这关键还是我讲。我们来相信观，好在来听，就讲我的观念，实在是会太直接对不好。啊，每件就是安尼，你像当初讲的，咱一个月开始办一个培训班，咱讲要去实习去实习，你哪会听讲用公开？过去的这经验，现在也没有。啊，一年七天我都还是没有，那是为什么？具体到时间那边去问，而且这是要是边境的啦。所以过去的新人，他都爱去乡下山里呀，到今来高考还是没有信心，啊，一考是考的，再不然就当今呢，今年这么多应试下分，那我们希望再次去做，再次试下，现在到了不管要这个培养五金的干事，虽然前提的东西，那这个只要回电机的话，那哪个再来啊修？不可惜。不可惜，你那来这个，那不对，唔当心不可惜。虽然是在讲经济世间千条路万条路，不用心。世间的路，每一条路都归于名单，哦，名单里面，哦。但是呢，咱过去经济非常失掉无离分，伊还未修行的时候，是失掉太多，一时。拥有一切的名单里，你的管理也好起来，干啥呢？但是咱即摆呢，不好个。咱即摆所对付的，当然属于状元迄个时阵的宴客名单中，咱拢无。干啥？所以咱就是讲，经济世间千条路万条路，不用想。只要呢，咱来去修，吼、哦、啊，对我讲个。上面的高派哟，但是对这些还有信心。你哪个信心？哦，再抓能抓不大，好一下就好了。哦，你发现你这种虚伪的话，讲那个表面一切就是，一切就是一个黑道，就是看你对这有信心了。你若对这无信心，一切都不对。那么，这第二条嘞，会当提干净。但是呢，你两记下只，你个感情太好，太好啊！你对伊有信心嘛？干啥呢？哦，帮着这个感情在，从咱讲忽略掉这个做先细的观察，不然当时嘛吼，忽略这先细的观察，咱拢开始啊，可以讲啊，哦，是好些好个啊，只要伊先检查是好，一定感情。你就想，哎呀，我那先不带，不带去啊。快看你嘴巴红的啦！我以前是那个这种哦，哦，就那样。这个跟化妆等功有关系。所以咱就是讲，底下嘞，咱当想讲，后面还有明天的了。你来讲哈，明天跟不想，上次来是不想。啊，咱就是爱大家，咱优先，咱起码想哈。但是个名单在，
咱即到咱今日倒来，你就来做一件，你知影？但是咱长期健康正常，现在咱敢有贡献？咱有贡献啊！所以对呀，你个福建讲，中求天上一百万种啊！那边求天上在各位，咱现在做分，哦，你这个，现在有结婚，伊是属于教育性好嘛，应该结婚。结了一些这种心理，反如何？所以呢，这个观点是派来哦，聊完哦，来领悟一些，爱来这，爱来比较好点。啊，所以来想，那这里也是，今天来这想的是在来这安利一下，咱做小事，哦，不然呢，在大概还是偏门到你这边做。哦，你当年干起嘛方面哦，至少几回啊？哎，你看搁里做上嘞，因为咱有在做内奸，咱就了解内奸。啊，那无，嘛是咧过，你有来做嘛是咧过，无来做嘛是，但是你更加重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做这内奸是咱吼上基本的，咱这平常一定来做，因为六个。做人才，你才有了完的机会。你有去做的时，你先加一撮体会，体会的时，你看产生了发展。啊，你有发展这样，当然你拢你讲帮助，最好是。啊，但是咱一般人拢有这个惰性啊，拢懒的心，啊，得过是过，只是过日子，所以吼，变了完就较无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今日了欢迎咯，今日你也感谢，唔通搁再好，因为咱感谢是爱主啦，咱讲这样就好，爱感谢，咱来自家，就讲第一是速度啊，无了广告，咱这就是限定精华，咱的心情就好，咱主业就好。啊，当初了好歹是别个代志，干了不得。咱来学堂了完是做迄个好课，做好课。啊，你是咱心情，咱来有必须的，有必须来做的，会在的心情，大把的不得。你讲你也等于没等于，爱慢慢家己想来啊。你有结婚做诶，思想判断怎样？结婚做好。为什么你不教我？不必用刀，不修刀，不修刀，细细慢慢治疗，那是咱自己。咱这个对待大众嘛，包括咱起码是惯性惯法，这是惯性嘛。不行啊，但基本上是表现表环境运气的。那你说这个怎么了？怎么？啊，这讲就简单，因为天王这道理，所以，天王较困难。虽然师尊在讲，唯有身欲清净才能入相。你要身欲清净，你没有身欲清净，哪个空虚？别人的虚，别把人的这个刚虚干了干。当我记得当初包在手里做什么？还是野心，放出来。咱听了，咱来听，你讲的主修啊，咱听着就了，咱来问，听着了，啊，主修，啊，也是问主修进步，啊，咱的地位呢？咱老地位，你多点客人来，咱就得。啊，咱来学堂了完，就是修好个，啊，好个才重要，念个好个。个心地无个，啊！咱各家庭从伊个这模式去体会，去体会了，家庭看到相出地，啊！去了这个班主任，这个，这个班主任，开了这个班主任，啊！来念书，来开业的，啊！虽然现在都，都来了，所以说现在可能有三分，但讲。二零平分单，二零平白线，一些不平分数，
啊，都是讲到这个好物件吼，咱这做顶个月有一个顶班的这人才的这这个教育，这个同学就是说，讲咱有咧补习，到你家我才想，你只当补习对待。伊讲啊，伊啊，这里无师团体还是哪，拢叫伊当去报销。但是报销，伊讲叫你来，你来报销多少钱呢？伊讲吼，你今仔日买菜，吼、哦，买菜过来，吼、哦，大概是18块，啊，你了落算18块，你要中间铺外头啊，啊，即嘛算18块去，你着落8块落去，哦，你今仔报销是多少？明仔载你再买菜过来，哦，30块，哦，你今仔落5块嘞。你就报销13块，你都要报销。啊，是嘛？大家就安尼，你着去买菜，买钱，你拢嘛付出嘞。那讲不是报销，是开始的报销，这个问题，咱的心，哦，咱的心意就对啦。大家有几多份无余的心？报销就是为咱去做，为咱做好。啊，是嘛吼？一个月到，咱要好好报销30块。那大概一个，咱那一个很保险，安怎算？应该一日吼，你着去买菜，啊，回来，吼，下年前你着嘛保险，啊，到迄个付完呢，吼，啊，即嘛呢，啊，你着保险一个，你一单单保险365块，搁加上咱个十个啊，再即个客运单，啊，搁365块，啊，你保险住所都得。不是讲建保险的保险问题，建金钱的保险，安尼。那么有家己温情大度，有医生，你虽然你保险什么心，你是咧得心，哦，你袂当买病毒吼，保险有先钱啊。啊，迄个原主持人，啊，这算法阿弟吼，伊尾啊做了这两个，做了。做了这个吼，计了就无看啦，吼，做方便爱护。即摆用钱，你们去来报销，迄就是个主持人叫伊个小三，吼。因为伊讲吼，伊讲是两文钱，伊两文钱就是大家头毛，吼，啊去换钱，才五千钱，买电影去报销，伊是真心的发大。而且是全部，所以伊帮助足大。尾仔伊做了这个红会了，伊啊个入了这万里的五星级报销，前个平时的这个主持叫小三去报销，但是这个地方并不少，也较少无人啊。所以不是报销足侪钱的人，哦，靠不。啊，所以咱就是讲增加咱啊，这报销一些次数嘛，为咱治疗这种，有时咱啊，这个大人啊，顾不人，就是服务无够，咱咧这个一块服务好，像咱来上班，进去的啊，就去可以增加个服务，啊，个服务那济就对，过来就是讲吼，伊咧讲个讲。咱报喜有三报喜，哦，灾喜、发喜、发喜就是讲吼，咱即摆吼，咱叫护照啊，有咧，尤其咱今年咧，即个病毒源即个会客，咱吼每日会当亲上面亲戚回乡，哦，咱是即个真有缘，因为咱若连面亲戚回乡个。咱嘛是咧，啊，做不死啊，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不会死呢，咱是上会办，有咧摆椅啊，啊是咧做几单，哦，咱拢来到三单，咱先是咧，哦，死了这个不会死，因为不会死就是咧，反正咧和平，所以咱先啊，就是爱三七的，哦，三七的，啊，这个人啊。咱每日都买做，咱若只要吼，
等其他每一个都之前的人的面前见啊，面前见还是身边，还想亲戚见到他，啊，那个是要发生。啊，阿拉不等，啊，有咧，这一家人才聊完，还是认识三七的，认识咱自己的好，好点，阿是咱的这开的很定，阿这会上了，啊，阿是讲吼，大家爱。哦，啊，恁咧是咱靠开客机的这时阵，诶，这个，哦，诶，这个机会对，哦，所以讲哦，咱今天你也到车地方去来哦，今天你收到物件，所以咱收到一定开放，哦，因为咱大家拢是靠讲哦，有迄个故事，啊，他有享受。